我的教育也是在中国，中国人帮助了我，然后我觉得中国现在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也应该要做一些努力。如果我们有学习或者生活的问题，他也帮助我们。我们觉得在中国是很安全。中国抗疫的措施非常有力，所以我觉得其他国家也要向中国学习。